是你喜欢的人？之前，多年了。The woman was too stunned to speak. 有什么问题吗？跟叶助理有关系吗？当然没有，他不是一直都在夸江医生吗？所以你吃醋了？乔宇。 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两天给你个大惊喜。那个太惊喜了。下来。你说呢？走，进屋聊吧。哦，叶石来，帮我冲两杯，其中一杯换燕麦奶，它乳糖不耐。好的。你果然还是想和乔瑜再见。什么能帮得上的，尽管说。 一会儿有事吗？没有啊。乔瑜答应了明天陪我去给我妈过生日。那天咱们不是看中，我刚才把照片给乔瑜看了，她还挺喜欢的，想明天穿。你去买回来吧。